这一集的好运夹到桃，我们将为您带来游花莲的最新玩法。从苏澳港搭乘游轮，沿途欣赏东海岸绝美景色，实在是好舒适呢。真的好漂亮哦！下船后的第一站，来花莲最夯的 brunch 早午餐。来自加拿大的道地口味，吃过的都说 very good 哦。哎，花都木洲有鲤鱼潭，考验主持人默契。晴朗无比的好风光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还有超人气的排队日本料理 ，CP 值破表的巨无霸寿司，包您不吃会后悔。它已经跟我手掌一样大了，很夸张。而花莲的招牌小吃炸弹葱油饼，一咬会爆浆，更是不可错过的美味。接着入住美丽的海滩民宿，欧式城堡 style 配上无边际泳池，实在是有够浪漫呢。夜晚来逛自强夜市，品尝美味的棺材板、烤欢杯，还有令人脸红心跳的重头戏——猛男海鲜烧烤，保证这趟花莲之旅永生难忘哦！哇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山，哦，真的是海天线耶！山再好也没有船唱好。什么意思？船啦，船在船上，上船好吗？还是要离开这个这么高级的船？可是眺望远景。真的好漂亮哦！这么漂亮，好像就觉得什么都看得到。对，总算来到哪里了？花莲。花莲，我们来喽 ！City， 搭乘豪华游轮前往好山好水的花莲，绝对是最新玩法。从宜兰的南方澳出发，沿着东海岸航行，两个小时的航程便能够到达目的地。而在这段时间里，除了风景之外，船内的设备更是号称五星级，两层楼的设计，空间宽大。时间到了，还有原住民歌舞表演，老练滚滚，让时间休息了就过去喽。好烦恼哦，怎么转都是我。真的好困扰哦。对啊，曝光率太高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前程一段时间。少赚点通告，少赚点钱嘛。想买一件房子啊！可是观众喜欢我啊，看到我就一直转过来看我啊。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看到你就转台转到别台啊。最近你忙到已经还代言遥控器了，因为过度的使用遥控器找我代言。哎，何老师坐这边好舒服哦。舒服啊，你看。还可以躺着看电视。他的椅背，你看。这样有点像要看牙医的感觉，上来一个。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喂！喂！啊，这里也是一样，用！哇塞！哦！刚刚觉得奇怪，郁郁不，一直有谢老师的阴影在上面。谢老师下符咒吗？有可能，自己好朋友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然后我们现在一下船，哦天哪，天气变好好哦。真的真的。而且后来发现花莲真的是好漂亮，山好水好，人也好，真的。美食当前，怎能说不？没错啦，下了船马上来找好料。超有异国风情的小店，就是花莲最近夯到不行的早午餐。不管平日假日，客人都是络绎不绝。这里的美食啊，每一道都充满浓浓的妈妈味。从吐司面包到果酱内馅，都是纯手工自己做，就连老外都慕名而来哦。哎呀塞！老师，你有常吃早午餐吗？其实我都吃一般简单的早餐。一般简单的早餐，其实你知道，像这个早午餐啊，就是在那种欧美非常非常的流行。然后，对他这家早午餐店啊，他的主厨是一个加拿大人，可是因为加拿大，怎么念 ？Canada。对，可是因为我只会温哥华。Vancouver。可是因为其实，在台湾呢，很多这种早午餐店，它都会因为我们的口味，台湾人的口味去做改变。可是它这家店最特别的就是它这个口味哦，原味从这个对，从这个加拿大主厨开始做出来之后，它就再没变过。不准动，不准改。对，就是完全是。其实这个感觉就好像加拿大的味道，有点像国外，对不对？赶快吃吃看，你这个是熏鲑鱼班尼迪克蛋，然后我这个是那个法式香馅的那个法式吐司，哦，然后里面是双圣酱。是哦，我们吃东西吃到深层的哦。不是只看表面的哦，看你吃完还有吃这个，是吃到深层的哦。你赶快先吃，新鲜的鲑鱼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巴黎迪克蛋啊，你看这边，对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的
蛋汁蛋液会从它里面这样流出来，然后你就混着那个熏鲑鱼，然后混着底下这个面包这样吃，赞哦。它味道你还习惯吗？哎，真的吗？生蛋不是听说就是可以很让人很强壮？对，本身已经很强壮的人更要强壮。它这个就是法式吐司，法式吐司很简单，就是沾酱煎一煎，对不对？可是重点是它里面沾的这个是桑葚。桑葚，没错。讲到葚，惊讶的。哎，它这里的这个所有的果酱啊，然后都是纯手工的，对，都是他们纯手工的，很特别。这个是枫糖，你可以沾一点这个，你不用太多，不然会很甜哦。它这面包也是他们自己纯手工做的，自己做的面包。那它这面包做起来，你不会觉得它太干？这面包是属于比较松软型的。然后它配这个枫糖啊，就一点点那个甜味，然后再配上那个桑葚，有一点点那个酸味。桑葚还有籽，一粒一粒的，咬起来那口感很特别。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一杯。哎呦！现在达到纯天然手工打出来的类似这种的果汁，有没有？不多了。好东西要跟好的朋友来分享，来花莲记得来品尝一下这么好的早餐。吃完我们去漂亮的地方。突然觉得自己的英文进步不少。Let's go， everybody， let's go。OK， OK， no problem。Are you ready？ I like you。Welcome。什么叫做橘巨人，知道吗？我突然觉得胸部有胀痛，我突然觉得我升高了好几场。哎，你爸，你这个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不雅观了。老师，我们今天来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挑战自己的体能。挑战体能，可是做这件事需不需要会游泳呢？一定要会。那你怎么办？而且要注意到安全。那你怎么办？重要是我们要挑战五十岁，跟五十岁 say no。老师一直要岔开话题，因为他不会游泳，他超害怕的。有你在就好了，怕什么？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划独木舟那个，你就是我的那个浮木啊。那你等下记得找我。对对对。神经病啊！你笑。那我们要怎么划？拿这个桨的时候是手这样正抓，抓好的时候啊，手不要抓太紧，你抓太紧的话，这个摩擦的话手会非常痛，所以我们是轻松抓着就好。啊，抓好的时候啊，桨在就是桨的使用，桨面这是有弧度的一个凹面，所以你那样在划桨的时候用这个弧度在划。这个弧度一定要面向自己，让这个面面向这时候我们这样划水，船才会动，这样才拨得到水。可是划了右边，左边这个桨是斜切的，因为这斜切的话是要切风使用的，所以你在使用左桨的时候要把这个桨转过来面向自己，再下水划，这样船才会走。所以在划的时候是划右手，在划左桨的时候转一下，再下水划。这样船就可以前进。再来就是我们两个要控制方向的时候，你要滑右手转左边，滑左手转右边，所以你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对 ，OK， 那这样就可以。听起来不难，滑了就知道。那请问怎么样逃生？其实不用逃，对，因为爷爷没地方可以逃。两位不要想得这么可怕嘛，这可是游客最爱的休闲活动耶。况且鲤鱼潭是花莲最大的内陆湖泊。湖光山色格外迷人，在这划独木舟绝对让你有种置身欧洲的错觉哦。为什么叫做鲤鱼潭？你说。因为啊，从这边看过去，它很像一只鲤鱼的头，然后到那边是它的背景，那边是尾巴，跟那个里面潭里的倒影看起来就像一只鲤鱼。他讲对了一半，是山形加上潭面的这个湖面的合影倒影才像一只完整的鲤鱼。风水分为龙穴沙水，龙代表山形，穴代表它某一个点，沙代表周遭的土池，水代表它的水路跟陆路。这里藏了七大穴池，第一个是龙穴，第二个是虾穴，第三个是鹰穴，第四个是龟穴，第五就是蝙蝠形啊，蝙蝠形。第六是鲤鱼形，鲤鱼形。所以呢，再加上一个是蜈蚣形、七大形。找到这个形之后，
如果要选好风水的话，就要找对点，这个点有龙头的点，跟龙眼睛，包括鹰的眼睛，才能够旺后代子孙，这个是它的重点。所以这也是风水宝地哦。对对对。哇。希望能开辟成一个鲤鱼潭公墓。哇，不好吧？宝地不可多得啊，所以不可能成为公墓，了解吗？要不要造生机啊？造生机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讲。那你干嘛还说？这是秘密，就是偷偷把自己的头发、指甲、一些神秘的八字跟符咒放在一个瓮里面，藏在这些非常非常可贵的行中，作为自我提升好运的造生机。那万一被别人拿到怎么办？不能讲，我先走了。老师果然是偷偷留好几手啊！预知详情，各位观众不要转台。上了岸，待会儿老师就要带我们去吃花莲超夯的平价日本料理，每一样菜都是秀个短袜 ，CP 值爆表哦！我一看，这里暗藏着店面开运风水六大必杀绝招。你有看握寿司的肉这么厚一片的吗？很夸张耶！不是老师，你这个人这么爱漂亮，怕你吃了以后。船也坐了，海也看了，独木舟也玩了。就是没有看到一些海鲜，肚子就是饿了。不是，不但是饿，路尽水熟嘛。哎，这家很有名。隐藏式。隐藏版胶原蛋白翻车鱼头火锅。哎呦。哎，超好笑，老师，隐藏版他把它写一个单子，然后贴在门口。他就写，你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真的很奇怪。看到我能听无对不？我们要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哇塞！干嘛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什么不得了？我今天身为东瀛的风水忍者，又变忍者了。我一看，这里暗藏着店面开运风水六大必杀绝招。等一下，哇塞，不得了的好啊！难怪东西好，风水又好，等于双向加分。第一座西北朝东南，叫做冬暖夏凉，前途光明似锦。第二个，从这里看清楚，看出去，看清楚，看出去，有没有哈？大门左青龙，龙是不是开阔又明亮，代表千客万来，商机无限。第三个，这个窗子开的正好是柜台的后面的前面，也就是背有靠，前有远景，双向加分。第四个，龙动虎静，这边是虎边又聚财，第四个重点。第五个是整个看过去，这有个财位，看到没有？哪里？那边转角地方是个财位。哇塞，钱财赚不完呐、啊！最重要是，侧不冲堂，照不外露，形成了无法抗拒的风水的大大的一个加分呐、啊。用连带财位。对。哇塞，难怪我一直数钞票，不是。这个风水一定要记得，是店面将来要开店的一个几大的原则。六大原则，好不好？虎聚财，龙开阔，龙明亮，龙动虎静，前有远景，后有财位，数钞票，这数钞票，这数钞票，变成一首歌嘞。很累，该请客了吧 ？OK， 讲那么辛苦，看完就请一客。哎，我讲真的，最真的是哦，观众朋友，你真的要开店的话，就是传统的店面的格局，照这几个法则做的是最好的状况。对，如果前面有墙壁怎么办？就放一幅开运的山水画。水往里面流，颜色、山形、水形都可以经过老师的建议做一个调整。不得不说，詹老师真的是太神了！这间日本料理店完全符合黄金店面风水，所以人潮是多得不得了啊！营业时间还没到，门口就排满了领号码牌的客人。短短几年，靠着新鲜、平价和口味好，成为花莲超人气店家。赶快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好料吧！哇，所以你风水把它讲得那么好，东西好不好吃其实体验重要，对，一定要相对的加分嘛。嗯，东西好风水不好怎么好起来？对、一定相辅相成的，而且东西好风水好，人又帅，三加一。真的，哎，那老板，我们要从哪一道开始？做跳
够寿司。我还多少倍了？很大块耶！可不可以涂到酱油上面去？没有，是我们自己秘方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提炼的酱油。提炼的酱油哈，跟外面的不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红糖。红糖。哪个比较贵？哪个比较贵？哪个比较贵？成本高的。成本高的是秦宇。哪个这个？秦宇。那后来就是红糖再贵。好，老师红糖。那我拿鲑鱼先。你知道吗？你如果仔细看，你看它的这个，你有看握寿司的肉这么厚一片的吗？很夸张哎！它的鱼很新鲜，而且我吃的那个鲑鱼，它那个牛奶那个奶味，有那个很香的那个油脂的味道。哦。日本有什么吃什么饭？日本的米很好，就算天气冷了。他的饭吃起来 QQ 的，老板这个鱼就不说了，绝对是好的。这个米看到没有，叮叮叮叮，有没有像水晶一样的？再冷不用加温直接可以吃，还粒粒的，吃起来就是吃这个寿司米的国世界，日本就是靠这个。哇，我真的觉得用夹的实在是，它已经跟我手掌一样大了，这很夸张。哇，这一份哦。很足，两三个人吃都很够。有的日本料理店一点点而已，随便一小条就一两百块了。然后如果知道它上面这个寿司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它这个特调寿司有一点点像那个烤鳗鱼上面那个甜甜的酱。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有些人你可能有点不太敢吃那个生鱼片的味道的话，其实它这上面那层酱，它会把那个鱼的那个生的味道盖过去。果然。因为我们做台式啊，台式正常是美乃滋、柴鱼、花枝嘛，对不对？面粉、鸡蛋、高丽菜、美乃滋、虾仁、花枝、鱼肉是你加的对不对？一般是没有鱼肉的嘛，有没有那个酱料？有点酸酸甜甜的醋的酱料。鱼肉是放下去，然后加去调那个鲜味，好吃。它这个大阪烧真的是有改良过的，因为它味道跟那个真正日本大阪烧不太一样。一般日本大阪烧它很重的美乃滋，所以会比较甜。可是它这个口味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台湾人，所以它是带一点咸咸酸酸。对，再来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个是花莲的，日本的鳗波鱼。崇德的鳗波鱼。啊，这个是鳗波鱼肉，拿起来。这个可以来个瓢羹吗？我只有觉得这里像鱼肉而已。对啊，那是比较头的后面，头的后面，上面这里。好的。半波鱼啊，谢谢。半波鱼很大一只吧？半波鱼这只哈，这只重达要68K 了。哦，六十八 K。这个就桌子那么大，这圆桌。我想起来了啦，老师。鳗波鱼就是那个只有一颗头的那个，对，而且你知道我看到肉是白色的，它的肉就是像酱一样透明橘肉，而且你知道鳗波鱼它这一整只鱼里面它有70%都是水分，对，所以如果你把它的肉跟皮的地方放在水面一直煮就没了，对，而且这条鱼就是整身都是胶原蛋白，比海参更好吃，比海参更好吃，对啊，软软的跟果冻一样，就像橘肉的口感，差不多了。突然讲话会有台风，当然。而且老师，你这个人这么爱漂亮，你看你吃了以后，这个不会就是老板你刚刚贴在门口写那个什么隐藏版的菜单？这样一锅你卖250，才250，这简直就是做功德的嘛！玻璃都消了，玻璃都消这么多。而且你知道这翻车鱼还不是你要吃都吃得到？你看，座无虚席，是你看。好厉害哦！很多地方都找临时演员，这真的来了，刚才一看，看人全部挤进来，你知道吗？还把老师给赶走，刚才拍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刚才拍了。还跟老师说，老师可以给并桌吗？对，老板真的人很好哈，这个不计较成本，薄利多销，薄利多销为大家付出。对，花莲的赖赏，啊，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哦，有没有财位？有财位，这边是不是财位？哎，三八左，好，三八，我就捡这个好了。可是它里面的蛋，重点是蛋，它蛋是半熟蛋，所以其实你会随时有爆浆的，就是这样。
好漂亮哦！什么地方这么漂亮啊？无边际泳池和海天连成一线，湛蓝的水岸光看就有够浪漫。一旁欧式城堡 style 的建筑，好像私人庄园一样梦幻。如此美到令人屏息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今晚要住的民宿啦，实在是太幸福啦！哎，妮娜，骑摩托兜风啦！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怎么了？这家民宿真的很漂亮而且我看那个住客络绎不绝，满满都是人，生意很好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快来看一下。除了设备好之外，我觉得风水很重要。我在想，应该也是跟风水有关系。哇塞，你看看，时间宝贵，简单说几句好了。你注意看哦，有没有财位？哪个财位？这边是财位。两个墙中间没有门，没有沟，没有通道，财位。第二个，床前无门，床后无窗，对不对？门它的隔板，床板隔了一个梁，这是上无梁，左右又逢源。夫妻这边度假，我告诉你，夫妻这边度假不怀疑也难了。是哦，所以就是很适合新婚夫妻。对，落地窗跟门没有正对，没有所谓的穿堂煞，远景无限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一望无际，好漂亮。来这边思考、判断、创造、设计、发明，无限的空间。你看那个侧不居中，侧没有冲床，不得了的好房子啊！你看，而且真正的石材、木材，用真正的一个很好的建材。那公会，我们有夫妻租的房子，我们去赶快骑车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能骑车逛逛。对对对，骑车算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说，你们生意很好。小姐，谢谢我的记房卡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张老师，你的包裹。炸弹！炸弹！炸弹！你已经有你安全帽，你去拿。我为什么要帮你拿？你快点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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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这人太红也是种烦恼。你不要打太用力。俗话说，人怕猪名，猪怕肥，人太红也是一种烦恼啦。热情粉丝寄来的炸弹包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还是这蛋是故意写错字的吗？赶快小心翼翼移到户外来，拆开见分晓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拆哦？你敢拆？不会吧，这很多条线呢。我不拆谁拆？我不入地谁入地狱啊？那你要捡哪一条？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水木相生，土木相克。好小心啊！我就捡这个好了。你还要老婆小孩？不怕了，这好像是生日的宴会吧？就这样子。咦？是没报应？没有报啊。喂？哎呦！啊？炸弹？这炸弹葱油饼嘛？这花莲最有名的嘛？哎呦！老子一定是你最近当选的什么转台王，你的粉丝想说要帮你庆祝一下，补补身体，鼓舞我一下。那我知道这在哪里啊？这在花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小吃哎。怎样？哇塞！好吃哈、哦？冷的就这么好吃，热的一定更够味。我带你去这家店，我知道啦。哎，果然名不虚传哦。可是我觉得。寄来的跟现场做的味道已经不一样。好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你今天碰到我就对了。你又知道了？我刚好就知道。这一家很有名，在花莲，它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好吃的炸弹葱油饼，而且它就在这条巷子里面。重点是你只要看到排队长长的人龙，就是那一家。老板，你好，老师好。好，我们要两个。没问题。哎，我不要辣的。那我给我。谢谢。谢谢。是现做的哦，好香哦！为了美食，嘴被烫破，我也觉得很特别的口感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一般吃的那个炸弹葱油饼啊，它外面是属于比较脆、比较硬的，对。可是它这家呢，它是外面炸的有一点点金黄，它不会炸到太硬，所以你不会吃起来觉得口感咬起来太硬。可是它里面的蛋，重点是蛋。但是半熟蛋，所以其实你会随时有爆浆的，就是这样。好梦幻哦！
让人一口咬下会转圈圈的炸弹葱油饼，是东台湾最厉害的小吃之一。炸到酥脆的手工饼皮和刚打下锅的蛋液紧紧结合在一起，一口咬下，半熟的蛋黄瞬间爆浆，特殊口感让嘴巴就像是被炸弹炸到一样惊喜啦！来到花莲不吃它，就太对不起自己啦！干爷爷，干爷爷，干奶奶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他为了骗，他为了骗宝石，他会运气。干嘛这样说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适合你按摩棒。按摩棒。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就是要下功夫。突然觉得莫名的骄傲起来了。为什么骄傲？磨得越磨越好，屁股翘起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师，你到来这地方，天地有正气，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哎。心正，闽南的正气能够抗一切啊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心悸，而且这里好恐怖哦。心悸，就是莫名的有跳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跳动就这样跳动就好了，就这样跳动就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跳动呢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怪怪的。不舒服嘛，来这里干嘛？我为什么不会有呢？你为什么不会有啊？老师，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啊？有好东西都自己留着。没有三两三，怎么敢上两根呢？玉耶。这个是八卦啊，出外旅游、露营、外出开车都带着它。旅游必备良药，必备良药，对。好啦，重点是来这边，哎，你大块玉的八卦干嘛？我想你一定很喜欢嘛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只是这样吧？你看，陆宝山怎么空手而回呢？就是在那边拿到的。有没有？对，花莲最有名的就是玉耶。对啦，看你蛮可怜的，带你去看看。喜欢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哦，这边爸爸喜欢都是啊，爸爸都要买给我吗？喜欢自己想办法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我干爹？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，哪差那两个啊？我认识最有钱人就是你了。我现在还房贷压力很大。没有，你刚刚在外面的时候跟我说六间房子都没有房贷，你只有眼袋。你的干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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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奶奶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为了配，他为了。骗宝石，他会用心想干嘛？用说用骗，哎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对。哎，豪哥这边都是什么啊？都是台湾玉，台湾玉，全都台湾玉。在地的特产。爱戴玩，爱戴玩就台湾玉啊。是说真的，戴玉啊，对我们的运势好不好？玉友有分为这个叫做老玉、新玉，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软玉跟硬的，对不对啊？重点它的硬度大概是0.6左右，在宝石里面算中间的。不算。重点是玉，它真的可以辟邪。真的吗？我以为那是随便讲的。像你这种人，如果你邪的话，你拿到玉就融化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会融化。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很邪，所以我拿在旁边玉就会化。对对对，我想错了。所以对，戴玉真的其实很棒啊。是啊。有的人曾经戴玉，有没有跌倒的时候手一打，人受伤，玉碎了。玉有预警的作用，有的玉会突然间碎掉，在预先告诉你可能有些灾难啊，就跟那佛珠断掉一样。对对对，所以讲这么多，我们不如还自己亲身体验一下磨磨玉的快乐。我们自己可以磨。老师带你去的地方，老师你面子好大哦。拿回去是不敢，至少感受一下，体验一下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所以我可以磨出这各式各样的东西。你看我们的老板磨到你看，绞尽脑汁，跟他玉一样，这个也是一样漂亮，是不是？当然是够用，比较好。我还要学习，还要学习，还要学习。我们要 DIY， 我们就直接到。好，谢谢。花莲是台湾玉的故乡，到这除了走走看看玉石的美丽，还能走进工厂，动手体验将朴石磨成美玉的过程。第一步要先选一块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哇，够大方的吧？好多，那你心想事成，我喜欢都可以带走吗？一句话嘛，对不对？可以 ，OK 啊，真的可以。但是自己要来磨，啊，那算了，不要贪心好了。对，那老师你先选啊，你先啊 ，Lady First， 你可以挑一个自己的 DIY。我想要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适合你按摩棒。按摩棒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就是要下功夫。哎，这按摩棒的作用是？他喜欢棒状或柱状的。才不是，好，给按摩棒要做什么？按摩用。
上班下班太阳穴啊，穴道，穴道按摩，对呀，很适合你啊，你喜欢那种棒状的。可是我还是想要可爱，我可爱一点的，我想要爱心。对，那就做你的围巾，装可爱。对，我喜欢爱心。那我要这个爱心。爱心。那我这个爱心。那我，那你嘞？我昨天梦到。有一种胶状的东西，昨天梦到。你梦到香蕉怎么会变实体呀？就梦到，突然觉得一听中好像有什么卦象的感觉。那你觉得这卦象是要你？有点像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像哦。我就选一个类似台湾的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，这个我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哈。这个是我们的刮痧片。刮痧片，刮痧片，对不对？对。刮痧片啊。祈祷的话。好漂亮。哎呀，哎呀。卖掉了。有吗？赔80万，你看。这要80万。你的通告费一起才800块，要说你要说。干爹，你帮我。你是故意想不想继续主持，然后欠那个公司钱？不是。你一起才800块，你这80万怎么赔？你看。800好不好？800够。想要骗人，我就觉得不可能。这是刮痧棒。刮痧还是？你怎么会需要刮痧？这一可以刮痧，二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变成自卫的武器。自我保卫，我知道。自卫的武器。对呀。所以这个是一石二用。哎呦。又能够辟邪，有时候在外面饭店有没有就可以辟邪，对不对？在他身上。我这样小小的也可以啊。好了，都好了，反正喜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自己兄弟嘛。我觉得你应该买长一点的这个。按摩的。对对对，按摩一个好了，哎，不计较了。自己妹妹、自己干女儿无所谓了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这个啥意思啊？谢谢，好意思。再摸一下，我一定要。啊，那这个小的怎么弄？不想啊，没有地方可以拿。对，这样感觉会碰到手。对，不小心这样，两双手并用。我不敢呢。那我这样就会当嫁妆哦。突然觉得莫名的骄傲起来了。为什么骄傲？摸得越摸越好，屁股翘起来了。当然，屁股要翘起来给我看。老师不害怕了。俗话说，玉不琢不成器。要成就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，得历经不少过程。小心翼翼从砂轮出磨开始，接着再用砂纸细磨修形，然后还要进行马蹄抛光。好几个步骤，得耐心花上不少时间。最后还得帮玉石挑一件漂亮的衣服。哎，画龙画龙要点睛哦。亮多亮啊！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人要配衣服，对不对？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的玉要配一点什么？对，中国结结什么呢？结就结缘嘛，结好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绑好绳结好缘，对不对？这颜色那么多，要怎么选？基本上很容易，用简单的方式来看，属这个蛇跟属马的。属火嘛，火的话就是红色为主。哦 ，OK， 那本身来说，老虎跟兔是木，很简单，就是属绿色为主。哦，好，绿色为主啊。那我们说这个蓝紫黑有没有？是属于水色系的，深色系的。所以这种黑色，黑色比较黑的啊，是属于猪跟老鼠，老鼠啊。那其他就剩下这个呢，龙啦、羊啦、狗啦。牛啦，属土的，就是米色、黄色、咖啡色，都非常适合。只剩一样，属鸡跟属猴来约讲到，通常是以白色为原则。如果白色，中国全没有白色。白色没有的话是土金相生，金水相生，所以它从米色，还有蓝紫黑都可以。你是生肖是？我属狗。属狗的话，这几个颜色都很适合你。那我这个爱心。想要这个绳子，然后这个按摩棒，我想要这个绳子。哎，如果要双重加分的话，我希望能够火木相生，火木相生，火土相生，火土相生。所以说我选红色，红色里头选这个色系，看到没有哈？这个也蛮漂亮的，那就用吊饰的哈，这个红色的哈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选好颜色，配上美美的中国结，研磨美玉的体验才算大功告成。不过折腾了一下午，等等我们要去花莲市区最有名的自强夜市逛一逛，人气小吃通通帮您一网打尽哦。你看到没有？它的面包是很像那种人家很好的那种汤种那种吐司面包吗？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土拨鼠。你把你放在哪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来，真的蛮运气的。
跟你讲，我真的很喜欢吃夜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平常吃了就吃了就走，吃了就走，吃了就走，不用排队。很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舒服。而且选择又多。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夜市吗？夜市啊。我们的夜市人生啊，了解一下，深入夜市。老师，你不是说夜市快，吃了就走吗？对。这排队排成这样哎！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子？哇！花莲夜市名闻遐迩，最有名的就是自强夜市啦。当中这一摊创意棺材板，口味有将近20种，面包裹上蛋之后油炸，再包进各种独家配方，香气四溢，而且饱足感十足哦。哇塞，这是我们厉害的哇！真的是啊，老师的人脉不是开玩笑的哎。中宝鸡叫吧，中宝鸡，中宝鸡，中宝鸡，不要辣，不要辣，老师身体不好。他吃什么？另外一个牛肉的。牛肉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蜜汁酥鸡，谢谢。哎，对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都涂了奶油，对不对？对，里面有美乃滋。它用炸的吗？用炸的，外皮是用炸。炸完之后把它切开来，对，塞到你的那个，就加馅料这样。以前那个我们吃的那棺材板呢，它吃起来味道就比较像那个蜜糖吐司的吐司，会硬硬的。然后它这个棺材板它用的，我们这个是有沾蛋下去炸，就像法式吐司的做法，沾蛋下去炸，所以它是会比较软。它的口感很软，然后里面那个面包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的面包是很像那种人家很好的那种汤种那种吐司面包，那不会硬，不会硬。对，然后会有很香的那个蛋的味道，因为它上下是用沾蛋液。好吃，好吃，谢谢。对啊，好棒哦，难怪排队排成这样。大家捧场。不然吃了俄罗斯特制的料理也未煞哦。旁边这一家卖了30多年的西欧欢妹，人气也是强强棍，长长的人龙都排到店外面了。哎呀，老板，拿了两个号码牌。来，6-6大顺，6-6大顺。我们有两个号码牌啊。6-8，6-8。快点来，帮我们教一下吧，看怎么处理。老师哥，排队。我有排呀，你。哎呀，老师很吃得开，老师张了张老师哎，世界级的命理大师。我们是没有插队，需要你。老师没有插队的习惯，但是通常老板都会要老师不要排队啊。对啊。那好了，那给我们两个，我们自己搞好了。哦。好热啊，老师。来，独门酱料。这温度也太高了，这什么酱啊？先给我铁刷。铁刷。为什么它有些焦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刷掉。刷一下。好热。哇塞，刷一刷，手快焦掉了。要上均匀了。要上均匀。是啊。哦，好烫啊！手快要烧起来了，怎么均匀呢？脸要烧起来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不行。老师这样搞不过。老板，来救一下。救命啊！来，好烫啊！对，哇，这沙被烧起来了。我手要烧起来了。请你拉个地膜啊！哎呀，没办法，外面冷啊。这行业你看无资源啊，穷妈妈呢。那这要怎么办？啊，这样也没晒了。不然我对面肯定有人。啊，你进来啊。老板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高温炭火下，火候的掌控很重要。搭配独家调配的中药酱汁，香甜滋味让人光闻就食指大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卖的玉米全是老板自己种的。不但无农药，更是当天采收当天烤，让客人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食材。耶！哇哦，好香哦！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一只土拨鼠，好像在玉米田中周旋的土拨鼠。哎，居然会不想讲话哎！它这个。烤玉米，它那个酱真的太赞了。那它那个酱啊，吃起来它是甜甜的。可是，一般的你吃烤玉米，它可能是用重的沙茶，所以你会觉得很油腻。它这不会，它这是很清爽，可是是甜甜的感觉。玉米好嫩哦！你形容的非常好，焦而不飞。嗯。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家很苦的时候，吃锅巴饭的感觉。老板。对，好险不在。好险已经不在了，可是有点觉得背脊凉凉。后面凉凉的奇怪。不要乱讲人家话，人家还有没讲坏话？哇塞！好了，今晚我跟你讲哦，我知道这附近还有一家烤海鲜，也很有名。海鲜？嗯。肉。
哎，干什么？急什么？好急啊！这家海鲜店真的很棒啊！海鲜店我吃多了。超赞的！少来这一套。到了。啊，就这里啦。刚出来，你来一下，这个给我出来，出来。哦，今天民主无错的来，我正在办啊。哎，老板，你刚刚已经很热吧？你帮我关灯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来。真的蛮英俊的。帅吧？很高了。人家生意好是没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东西好吃，其实是我想夸的。人要赏心悦目，真的是年轻就是本钱，肯工作肯努力，就是给我们社会一股力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个菜给我们吃了。好，弄点招牌的来。年轻人肯努力就是成功的地方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好了。哎，老师，借过。很累啊，再操的赶快进去哦。好，谢谢，赶快去准备。重点呢，钱要顾好，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女生。好不好？让詹老师和莹莹彻底失控的就是这位高大侠。不过大侠不卖汉堡包，卖的是熊心叶烤海鲜。新鲜大颗的烤生蚝、多汁的扇贝，和一天最高可以卖4000只的壳烧虾，都是招牌料理。当然，最招牌的还是老板汗流浃背、认真工作的模样，帅气脸庞和健美身材，不知道迷倒多少人呢。这回还贴心的陪我们用餐呢。哇塞，这个纽西兰进来的。老师，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那个生蚝，太好看了。为了家庭的幸福，婚姻的幸福，你要帮我服务是不是？谢谢，我不好意思，你要喂我吗？啊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你喂我？哎，老师，你有拿到他的备注吗？有。好大哦，这干贝也太大颗了吧！老师，哎。不要，不要吗？我要兄弟，我不要是自己生。吃一口吗？我最要是自己兄弟，对不对？兄弟如手足，对不对？女人如……我没有说。好了，我把它吃掉了。非常美味。觉得真的非常好吃的，非常新鲜。我比大点呗啦，比大点呗，比好吃，比大点呗，你看。哦，比大点呗，你看。你看，你要比什么？我比大条的比很多。你看，比大条的你看。哦。老师，它这个凡利贝很甜呢，非常非常甜。你在看什么啦？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他都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那个一点点。哦。好新鲜哦！咬下去它会爆浆。哎，这个虾子我每次都要剥口，累死了。这个不用剥口。啊，这不用剥口的虾。啊，为什么有两种？那你问他。口味不一样。这是什么口味？是特调。特调是？就是特别调制过的。老师，真的啊，谢谢你啊。对，拿七口啦。我不是，你要就位就位的。来吧。你有三个吗？啊！快点啊！不要说我冷落你嘛。特调什么的。开多久了？三年半了哈。我生意都爆满了哦。花莲呢对你非常支持哦。你也是原住民吗？他也是原住民，他不承认而已。讲话再讲啊，再讲啊，多讲一点嘛。特调是瓦萨米，对，大蒜末，一点点盐巴。这个我刚才想说，这应该是什么明太子之类的，一大口下去就要小心一点。太棒了！老师，干一下！哇塞，吃美食，听好的音乐，看帅哥！哇塞！我发现这次来花莲啊，花莲真是一个好山好水、好男人的地方。啊，真的是哈，对不对？你刚笑得有点淫荡哦。有吗？不要这样子，我不像你哦。对不起，很高兴在花莲的这么多的乡民。
的支持肯定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更加的繁荣，生活更好，商机无限。我爱花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欢乐的花莲之旅就在老脸滚滚的自强夜市画下句点喽！好山好水好美丽的花莲，也期待您一起来同乐喽！你这么奇怪哦，服务员，这还有电扶梯啊！哎，自动会上电梯。老陆，你不要往后请啊！我要画这个。你觉得那个比较好用吗？这支比较好用。真的吗？这支会吸水，他们很需要的。他们需要我接下去呀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老师不要走啦！不要假惺惺的。真的，你们这个惩罚是无人可以比的。你再等就好，你再等。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你刚好，你再等。不要这样啦！我不想再看你们两个人了。老师，你真的很帅。我没有跟你去，不是。